南极和北极哪一边比较冷？南极比北极寒冷，南极极端最高气温达零上20.75摄氏度，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94.2摄氏度。为什么说南极比北极冷呢？首先，南极是大陆，北极是大洋，大陆比热容高，比海洋更容易形成冷高压，且冷高压强度大。其次，南极被南极环流包围，海洋的热量很难传递到南极大陆。最后是地球远日点和近日点转速不一样，导致南北半球冬季天数不同。七月份地球位于远日点，转速较慢，此时南极正处于冬季，所以冬季比北极较长。北极地区是海，海水的比热容比陆地要大，所以海水的温度变化比较小，这也就是南极洲比北极冷的主要原因。